长老陈会长、严会长赵老师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这个刚刚跟大家提了这个十八岁女孩这个例子那就是随这个缘呢其中关键的人他用真心呢，其他人的善根呢也跟着调动起来这个随缘妙用无方德而且他都是自己带头，这叫威仪住持，有则德。你家人之间呢，这个我们自己没有以身作则啊，你要讲别人呢，人家不一定能服气。有以身作则了，感动人了。接下来是柔和直指摄身德，这是言教，所以言教是在身教的基础上啊，才能产生力量。再来，这个普代众生受苦德啊，那等于是我们在处理事的时候啊。要很有耐性，很有耐性。因为冰冻三尺啊，非一日之寒。所以绝对不是说，你讲一次了，整个局面就转过来了。其实我们自己在面对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会反复啊，那别人会不会反复？所以都要很有耐性。而且呢，你在处理的整个过程呢，重点还是要关照自己的念头，那都是依报，随着正报转。今天我们要去解决问题啊，我们很容易就是落在别人错在哪，这个要把问题解决掉不容易了。那个过年期间有个母亲她孩子都挺大的了，都可能都30岁以上了他们家5口人啊。他说：“我们家谁都不服谁呀。”我说：“你要管别人呢，要有管别人的本钱呢。那谁都不服谁的意思，说谁都想管谁，然后人家都不接受了。那就我人家不接受，我们还劝人家，这个叫执着。”那我们有没有反思过我们劝人的效果？效果好不好？假如效果不是很理想，问题出在哪？我们也常常思维总结我们曾经走过的路经历过的事它都会产生价值劝人要有本钱才能劝君子信而后见要人家信任我们那信任来自哪？来自于我们的表现，来自于我们的付出来自于我们的改变，让对方觉得你不一样了甚至是佩服你的，这样可能比较有本钱而且劝人也要心平气和而且劝的过程要时时关照自己的心念，不能起情绪
我们有时候一劝人呢，重点放哪里？放对方了，而忽略了关照自己的心念了。所以我们在境界当中能够悟这个根本也不简单哦。啊，我记得这个2019年2月15号啊，这个老和尚啊在极乐寺啊，隔天回香港啊，刚好当天晚上啊，老和尚把干部啊，还有我们有两位出家人啊，一位是开基法师啊，老和尚的秘书啊，我们一起啊进来了。啊，因为老人家说有事交代我们，啊，结果老汉讲了差不多40分钟，就是一个重点，啊，这个都有文字稿哈，就是一条龙很重要，啊，当然这个陈德是很有感触哈，因为我们也带了不少人了，啊，陈德从30岁出来。就有团队的人要带了，也经历了，当时候也经历了快20年了，哇，真的感觉啊，不是从小扎根啊，成年再学要改变那个习惯都不容易，当然我们自己改变也不容易啊，哦，所以老和尚说跟我10几年20几年了，在财色名利面前过不了关呢，不能怪他们。所以老人家也是感触很深呢，这么重视一条龙。哦，那我听完老和尚这么重视一条龙啊，啊，那我个性比较激动嘛，啊，一结束站起来啊，我以老和尚听得到的音量啊，就说弟子愿意承担。啊，老和尚说不是你承担，是佛菩萨祖先承担。啊，这真的不是人干的事哦，佛菩萨祖先承担的，你把心用对就好了。哦，这个指导太重要了。啊，我管什么？我只管一件事，管好我的心。心没有错啊，所讲的话所做的事啊就不会偏了，哎，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没有偏了，这个事就往好的方向发展了。所以在处理任何事的过程呢，护好自己的心念呢，是最重要的。大家觉得我们在处理事的时候是不是最关注我们的心念，假如不是这样哦，我们很容易就被这个事情转，可能处理到最后还是不是很圆满。我们得总结总结经验哦，哎，我们是经一事啊，能够长一智。哦，包含劝人，哎，《弟子规》那一段话。我们有没有常常用出来关照？亲有过，见使根，劝家人转变是我们的初心哦。我们有没有劝人劝到情绪很不好？那是变心了才会心情不好，是吧？国有李洞宾，不是好人心。其实不是他让我生气了，是我有求他接受，求不到了，火就上来了。哦，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自己的心动了。哦，古人留了一句话，哦，老和尚怕我们不够重视这句话，大家注意哦，老和尚这个教学啊，那怕我们不够重视那个最重要的话啊，他说我最佩服孔老夫子的8个字，你一听，哎呦，
最佩服孔老夫子的，哇，那这个要注意听了啊。老和尚又说，我最佩服老祖宗的一句话，这个都是用心良苦哦，而且常常讲。哎，那诸位仁者啊，我们现在教孩子有没有重复提醒重点？还是我教过了啊？请问大家在教认识佛教的时候啊，有没有呼应《弟子规》？啊，这有点敏感，因为《弟子规》我出来分享的哈，啊，这有一点敏感。有没有呼应《太上感应篇》？哎，我刚刚这个话你们也要知道哈，有时候也要顾及到人家会敏感呢，是吧？好，我一说，嗯，你看陈德法师要在推销自己的东西了，哦，这个人是敏感哈，不要防止众生起心动念，哦，要防止他起不必要的烦恼跟念头，这样我们整个教学是一体的。呼应的，不是切割开来的。哎，那这一点有没有哪一个老师很有体会？啊，你在教的时候，有把你以前教的，甚至于这个孩子以前学过的，你都不断的在呼应，就加深这个孩子的印象。所以教学它是合力哦，不是每一个老师把他的任务完成而已哦，哎，彼此啊有没有通气啊？啊，我以前强调什么呢？这个孩子以前情况怎么样啊？哎，一通气了，可能教出给学生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哦，你了解他的情况，适时的给他肯定啊，可能孩子的心就亮起来了。哎，老师很关心我，老师很肯定我。哦，好，那这个刚刚讲到的啊，你劝亲友过见识根，这是初心。啊，仪无色，柔无声是态度。你看，要把一件事做对，容不容易啊？不容易哦。哎，态度好了，对方不接受，你不能强求，你还要抓他高兴的时候再劝哦。越，大家有没有感觉帮一个人容不容易？所以带众生苦哦。其实也是他在成就自己啊，他才能测得出来我是不是真心呢，啊？是不是有耐心哦？哦，我们能随时感觉所有的人都是来成就自己的，你不会跟人事对立起来了。越复见啊，哎，掌握时机，他高兴的时候劝复。很有耐性，有机会就劝，重复。豪气水踏无怨，对方不领情了，啊，甚至还骂你啊，你也不难受。这一点就不容易哦。哦，我感觉啊，我们人啊，很怕被人家误解，就会觉得。非常非常委屈啊！其实还是好名哦，人家误会就难过的要死，跟名有没有关系？有关哦，哦，所以不能说那个名闻利养跟自己没有关哦。《论语》当中有说啊。不患人之不己知，
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别人不理解我们了，我们不难受。这个就是恕道，宽恕别人啊，难免会误会、误解我，没关系。诸位当妈妈的人，孩子不理解你的时候，你难不难受？难受哈、哦，这个就是要突破的重点了，你才能不被境界转啊。你一被 一有情绪了，那你要处理好事不容易了。哦，我们看这个经典都是教内功哈、哦，哎，患不知人也。你了不了解对方的状态？哎，患不知人，都要求自己严，这就是忠，对自己要求高，对别人包容，这就是恕道。我们在任何时候处理事，这个忠恕能不能保持住？只要保持不住了，一定是用烦恼在处理事了。所以处理事成功的比例不高啊，代表我们这个心地的功夫啊，哎，要不断提升哦。好，啊，承德本来是想说呢，看大家有没有一些教学的实际情况啊，可以跟大家一起讨论啊。结果生意很不好，好像都不是教学现况啊，因为我们这个是教师培训嘛，哦，是看大家第一线遇到什么问题。你们都没有提教师这个遇到的问题哦，只有两种情况。第一个，你们都没问题。第二呢，你们都不反映问题，啊，那不就变闷葫芦了？会闷出病来哦。哦，有问题我们可以探讨啊。你们有没有经验？啊，好，哦，有人举手了啊，我都快要流眼泪了啊。那边也有老师了，对，这个等一下哈，那个我们刚刚说这个，因为我们一年才见一次啊，是吧？请问我们见面了，我又给大家上很多道理，然后你们又带着问题回去了，你不觉得这 我很不够意思吗？哦，我们在实际问题当中用什么解决？一定是用经教。我们现在存在问题，就是我们没有把经教用上。我们一探讨，哦，原来经教都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啊，我请教大家，你今天面对问题啊，依你的人生经历啊，你在那里一直想想想，想得很烦，跟你找你信任的一两个人讨论，那个情况一不一样？不一样哦。你看旁观者清啊，人家一提醒一些情况，哦，可是我们有时候也习惯不跟人家集思广益啊，这也是一种习惯哦。好，遇到问题就自己闷着在那里想，所以修行啊要改性格哦。你看我的性格里面有很多零零角角要改啊。好，比方说我比较逞强啊，大家看我这么苗条啊，你就常常透支啊，一定吃不胖的哦。所以这一次呢，我有改了一下性格，
因为我从4月16号受戒出来啊，我就连轴转啊，转到嗨到最高点，每一天的工作量啊，达到21年新高了。啊，昨天吃完饭以后，你们就见不到我了哈。啊，因为我已经去梦周公了。哦，这个哦，所以你看，我有调整我的性格了哈。我赶紧打电话，好，请赵老师坐飞机过来了。哦，不然我可能表演的就是壮烈牺牲。啊，但是呢，这样的表法流弊太大了，是吧？流弊太大了。哦，这要悲智双运，要理智，不能感情用事。反正我就要在讲台上往生，好，那要看是什么个往生，是趴下去的，还是我先走一步了？哦，那个结果啊，那个是差很多的。哦，我跟大家，你们听起来是挺好笑哈，我跟大家都是讲真话啊。啊，我没有纯笑话的哈，你们知道我的风格啊。哦，我在很多年前，所以我说我太钝了啊，就遇到同修啊。那时候我还没出家，你看多少年前了哈。他一看到我就，蔡老师啊，跟着你的人怎么都这么瘦啊？哎，大家有没有听出流弊的问题？哎，赵老师很对不起你，你也挺瘦的啊。哦，听师聪啊，哎，包含这个也有这个家长啊，啊，蔡老师啊，怎么跟着你们的都不结婚呢？有没有听出来？哦，所以我最近啊，都会带一些夫妻出来，哦，防止这个人家，防止众生起心动念，哦，不要让人家担忧了，哦，所以改习啊，改变习性、个性啊，为立命之机，可以改变命运。啊，而且况且今天严会长给了我一个祝福啊，说我会活得很长啊，所以这个祝福啊，我们要放在心上啊，啊，因为现在那些一条龙的孩子才8岁的、9岁的，啊，等我教他的时候啊，我都快70多了啊，啊，所以我不活长一点不行啊。这就是缘分啊！我曾经带的同学啊，7、8岁就听我讲课了，那叫超级铁粉，是吧？对啊，啊，那缘很奇怪啊！我在汕头演讲的时候，对老师演讲啊，这学生就在讲台旁边了，而且还没座位，都坐满了。我说：“哎，怎么有小孩进来了？”好，因为他们那时候学传统文化，老师把他们给带进来了。哦，所以当然9岁的学生偶像是蔡老师啊，当然我们是很愿意的。他有目标嘛？哦，好。所以诸位同道们啊，我们一年才见一次，所以大家见我的时候啊，不要把问题带回去。首先是教学哈，主办圆融，我们现在回答呢交流的问题，以教学为先。个人修学啊，这个为伴啊，主办圆融嘛，不然变成都在回答，可能是个别一些修学的人
啊，超度家里人啊，什么这些，可能跟我们现在这个教学的因缘呢，又不是很相合啊。好，来这个，郑燕玲老师有请啊。尊敬的承泽法师，尊敬的赵老师，还有会长，还有诸位老师、大德同修，大家下午好。燕玲这边有一个问题，昨天其实也是想要问的啊，可是当时有点。还在思考着这个问题该不该问，所以没立刻反映老师的这个提问，非常抱歉，这里向老师致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昨天老师在讲课的时候有讲到，那老师要善于观察，善于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去看。找出那个机会教育点，然后就是老师有提一个问题，那就是学生们最喜欢听谁的故事呀？那是老师的故事啊，是的，孩子们很喜欢听老师自己本身经历的故事。那燕玲其实有个。就是从这一边也延伸到，哎，如果在家长班讲学的老师适合用自己本身的这个经历来，用作为例子吗？如果老师还没有建立坚固的正知正见。就是说可能学习的还没有那么的那三根还没扎稳，老师适合就是说在讲学的时候应该着重于复讲，以复讲的方式，还是就是自由发挥恳请法师指教。阿弥陀佛。谢谢。谢谢郑老师提的问题。首先呢，我们个人的例子啊，这叫现身说法。现身说法比较容易娓娓道来。当然我们讲的时候，这个心境也是很真诚、很谦退哦。你不能讲自己好像讲的有点炫耀的那个。味道哈，那我们是很真诚去供养别人，我们本身还是很言语还是比较谦虚的哈，这个可以摄受人心哈。好，那假如说我们讲学的人，可能自己学习的时间还不是很长。那首先第一个我们讲呢，有一个态度，就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个态度很重要。再来呢，我们要清楚自己学的还不是很久，我们讲自己的例子的时候，讲自己人生的经验的时候，一定要先沉淀，然后有经教的印证再去讲。那自己印证不一定印证的深入或者全面，可以讲给相关的团队的人因为可能不止你一个人 在教学听一听一起用经典，用老和尚的经教来过滤一下，印证一下这样就比较稳妥。因为我们要知道有时候这个一个思想观念出去不对的话，可能会误导别人
哦，啊，你看，像我到大陆去的时候，那时候就有一本书，啊，要把孩子教成狼还是羊，这畅销书哦。那你说这个作者，他也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恶意啊，可是他的思想没有经过圣贤经典的一个印证的时候，他会偏了，后面流弊就很大了。哦，我也曾经跟教学非常有经验的老师沟通这一点哦。哦，哎，他有很丰富的教学经验跟人生阅历，啊，但是我还是劝，要还是你要分享的这些经验例子，还是要用经教跟老和尚的教诲印证完，你再去分享，不然有时候我们才能很高，经验很多啊，就会觉得自己这些都没有问题啊，其实一听都有问题啊。什么问题？可能我们自己这个讲这些例子的动机都有功利在里面。哎，我们所处的环境是急功近利啊的一个环境啊，有时候我们自己有那个心的时候自己不知道，可是旁观者清啊，哎，经典也可以印证啊。可是往往经验丰富、才能又高的人呢，一般的人劝他都很难。所以我自己也劝过啊，都劝不下来，啊，依我的一个因缘身份呢，都劝不动了，一般的人就更不可能劝得动了。好，好，好，谢谢。好像那边有一个老师哈。阿弥陀佛，尊敬的陈德法师、赵老师、诸位老师、诸位会长、同学大德，大家下午好，阿弥陀佛。修理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在教学的时候，就是还在学习，就是要怎样去拿捏那个时间呢、啊？拿捏那个时间呢、啊？因为自己感觉到好像碰上一些问题啊，比如在代班的时候，看到同学们勇于发表，就是就是参与感就是很高，然后有时候在上课的时候会把时间拖延呐、啊，所以感觉到自己好像还不大会在教学方面控制那个时间，所以想请问法师怎样去在教学的时候怎样去拿捏那个时间，怎样抓重点还是做总结？第二个问题是。自己本身的问题啊，就是在参与那个读书会的时候，自己有起了一个小烦恼啊，比如说就是在读书会快要结束的时候，主任会请其中一位师兄做总结，可是有些时候那位师兄会。离题啊，就是没办法做总，不是说没办法，就是没有做总结的部分，所以自己就起了一个小烦恼，就是觉得好像对方没有做到总结，所以就很想把这个问题讲出来，可是后来就自己做了检讨，觉得自己好胜的心啊，觉得自己是很傲慢，感觉到自己其实也是错了，就是带着有求的心去学习，这种心态是不对的，自己对的也是错的，自己错肯定是错。后来就把这一个问题就隔了下来，自己就退了下来，就觉得还是要好好学习了，就是不看对方的缺点，只看自己的缺点啊。所以就向法师报告，谢谢，感恩阿弥陀佛。好。好，谢谢。哎，这位老师，您是哪个净宗学会？您贵姓？
阿弥陀佛，对不起，秀丽忘了做介绍。秀丽来自普种阿弥陀佛教育协会。肖秀丽。哦啊，肖老师啊，谢谢。哇，这个甘露法哈、哦，比较凉爽多了啊、哦。大家听得清楚吗？后面的声音听得到吗？可以了哈，好。啊，这个第一个问题哈，好，那这个副讲啊，啊，因为我们是从事讲学哈。而且我们所传授的是传统文化的课程，啊，那自古呢是用复讲的方式，好，所以大家呢，啊，要多听几遍呢、啊，这个老和尚谈他跟李炳南老师学习的这个十年因缘，好，这讲学。不是老师讲一句啊，你会一句啊，你要长期听老和尚讲经啊，然后能体会到啊老师的思想、老师的理念、老师的方法啊，你体会到了就能活学活用啊，不是死背老师讲的东西啊，讲一句你会一句啊，那个是死的，不能变通，好啊，这个是我们一个学习啊建立的一个认知哈、哦。那刚刚会长有说了哈、哦，我们讲呢是复讲，好、哦，那复讲呢其实不是嘴上复讲，啊、哦，你要多听几遍呢，老和尚那些义理呢你是贯通的，那些义理你贯通跟你。只是鹦鹉学舌啊，啊，那个讲出来的摄受力啊，差别还是很大。哎，哦，所以这个老和尚在这十年因缘里面也提到了，啊，这个复小作啊的重要性，啊，因为古人的一些方法、啊。他都有蛮深的考虑，好，这个复讲呢，啊，透过这个方法学耐性，啊，你没有耐性，这一遍一遍讲，你可能就烦了啊，学谦虚，啊，不能一开始就想发挥了。发挥，慢慢的就以自己的一个领悟啊，再发挥了，再来学恭敬，啊，我们对这些事情恭敬对待，啊，很慎重的来讲学，啊，那这个是古人，啊，透过复小咒啊，也在练我们的心，啊，有这样的心境啊。这个都是法器的、哦、那这个现代的人呢、啊，可能承受的压力比较多，他可能面对一些问题。所以假如我们是要讲一些例子啊，或者自己做的给对方听啊，可能会比较有一个针对性啊，就是复讲完可能可以延伸到就是说自己啊，比方说自己亲身的一些做法啊，因为感觉现在人的这个理解力啊比较弱，就是理跟事啊，假如没有一些事项啊，好像要让它产生共鸣啊，
就是假如是对大众来讲呢，因为复讲是对我们自己的一个态度，好，但对大众好像我个人感觉好像现在人听理啊，他要结合到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不是很容易，好，所以假如有一些例子要用，那可能我们的教学团队可以大家就是一个 team 啊，哎，这样讲这些妥不妥当？哦，哎，大家觉得可以了，可能这样会比较针对他们现在所面对的问题的一些事例啊，这个在斟酌可以讲。哦，你假如说我们复讲了，大众都得利了，那挺好。哦，假如观察到说好像他们在实际的这些，好像也没有点到他们实际的一些问题。那可能故事啊，或者自己的一个事例啊，那也要透过团队，觉得没有问题了，之间没有问题了，才好啊。好，那当然有教案了，凡事预则立啊，在心里有数啊。但心里有数呢，也不要变成照本宣科，就是还是要比较放松。啊，在这个范围之内，啊，然后看到一些机会点呢，也可以灵活，好，哎，这个机会交易带一下，哎，因为学生有时候也会出现一些情况嘛，哦，那当然，刚刚这个老师也提到了啊，比方说学生很愿意分享。哦，那这个也需要哦，不然这个学生讲太多了，你教课就没有很多内容，就教不到了。哦，那这个也是我们经历一些事之后去积累一些经验了。哦，那适时的啊，等于是这个孩子他讲太多了哈，适时的啊，可以中断，好，但是在中断的时候呢，我们的脸上的表情啊，啊，这个就很重要了。哇，哦，这个同学非常踊跃参与哈，啊，哦，这个很可贵哈，啊，哦，那刚好这个今天哦，因为我们还有哪些部分要讲哈，哦，哎，这个好，我们谢谢这个同学，就是。哦，不要扼杀他的积极性哈，哦，但是也我们也要控场嘛，当老师的也需要控场哈，哦，这个积累经验还是可以慢慢会应对这些情况哈，哦，当然就是不能被这个情境啊让自己好像有动气了，或者说让自己有点着急了，哦，所以我们在处理事的时候啊，什么是最根本的？自己的心啊，你把它稳住了，有可能你的应对啊就不会差太远了。可是我们自己假如有也急起来了啊，或者有不是有情绪上来了，那可能就会处理的不是那么妥当了。好。哦，那这个刚刚还有提到，就是说这个办读书会可能总结的人离题了。哦，那当然我们在团体当中常常要强调哦，我们啊述而不作哦，不要轻易去发挥哦。那刚刚哈，哦，这个肖老师哈，哦，他有提到说。啊，我们看到别人的问题啊，就是我们自己错了啊！啊，你能这样关照是很好哈！啊，因为老和尚有讲过啊，别人错的也是对的。啊，其实这个对不是说他的行为对啊，是正常现象。因为他会这样，一定有他的原因，才会发展成这样。
我们去理解它为什么会这样。哦，那我对的也是错的，是我升起一个我对他错，就容易对立了。啊，我们的心容易会有高下，啊，有傲慢的。所以这些法语其实都是调我们的心，哦，但是呢，你用这些法语啊，也不要用到啊，好像一直在自责，好像都在，哦，我是感觉有一些修行人会自己打自己的头啊，啊，常常给自己敲闷棍呢，啊，哦，我们。在这个境缘当中，啊，我们常常要想着，哎，怎么把这件事变得更好，怎么为对方来着想，哦，不能只单哎呀我不对了，哦，其实你可以转一个念头，就是，哦，比方说对方他可能过多发挥了，那我们下来之后呢，从我的因缘可不可以善巧提醒到对方，我感觉我们现在好像积极去面对事情，积极去护念这个事或者护念相关的人的心不是很强，一个念念为他人着想，念念为大局着想，好，哎，团体的事情我们也有一份责任去提醒去护念，哦，好像我们的检讨比较会在哎，我的心念对不对这样而已了，哎，好，哦，所以你可不可以劝他，或者可能可以透过谁劝他，哎，这个你面对这个境界也是清楚的，你会这样去思维，就纯是都有利益对方的心，啊，因为那个都是公家的事情，哎，好，当然处理人事问题，哦，也要小心一点啊，你不要处理到对方谁告我的状，谁告我的状啊，哦，哦，那延伸，所以处理人事问题哦不简单哦，你心要够柔软哦。你们不觉得现在提醒人都要不要挑动对方的神经，有没有？你都要好像，哎，聊着聊着很自然的，不露痕迹的，哎，把一些话讲出来，提醒到对方，哎，因为大家都是大人了，哦，你太直接了，对方可能那种状态啊，就不是很能接受了，不要说小孩了。哦，你看我们带这些年轻辈的也都才20岁上下而已，你太直接的效果都不是太好，啊，好，这里有一个问题哦，啊，这个同修问到了，儿子天生呢，比较内向，缺乏安全感，很依恋啊默学啊，啊，这个顺便提一下哦，您假如是写给出家法师哈，哦，不能讲默学哦，啊，默学就是大家一起学的了，啊，你虽然很谦虚，你是默。但是变成跟出家法师是一起学的了，哦，所以因为这个是在向上的表法，哦，
啊，因为出家了，他毕竟就是表三宝啊，所以写给出家法师要写弟子。哦，就不，哎，你看，境界该转的时候，因为我们称默学称习惯了哈、哦，对，哎，你假如是也有上课的老师，你听过他的课了，你也不能写默学哦。哦，所以其实称自己的名字是很尊重的了，哎，称自己名字也可以的，哦，或者有出家法师的话，称可能称弟子会比较好，哦，哦，他一直很想放弃工作啊，陪伴孩子成长，但都有很多因素不能满愿。学佛后，特别是听了您一条龙课程后啊，更知志要没落交子，因此啊，就更加坚定要放弃工作。可是孩子已经到了青少年，成天喜好电脑、手机，跟家人与朋友说话，与交往越来越少，口气不耐烦，性格更加孤僻。啊，甚至家里有亲戚朋友来，他有种恐惧，不愿打招呼，在外头说话声音不敢大声，他害怕与外界接触，有时甚至觉得自己有忧郁症，啊，令我十分心痛，劝他看医生，但他不要。经过辞职一年的陪伴，儿子现在比较会跟自己分享事情，啊，比如报大学的志愿、专业等，啊，都会找他商量。有时也会来与，啊，自己拥抱，但还是非常沉迷于电脑、手机，不愿与外界接触，常常要躺在床上用电脑、手机，劝说不听。很难劝他外出游玩，啊啊，这个自诚忏悔哈，啊，他说向祖宗啊、孩子忏悔啊，孩子今天的果啊，都是自己愚痴啊，以前用情绪教导孩子造成的，啊，恳请指点，现在该如何有效的挽救孩子？好，好，首先呢，过去都过去了啊，你不能又受过去啊影响你现在的情绪啊。我们要面向当下跟未来哈，我们常常会被过去的事纠结。所以《金刚经》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我们的心往往掉在这三种，过去烦恼、现在烦恼、未来烦恼啊。那我们都被妄心掌握住了，那这个孩子是我们的依报呢，那怎么转？哦，好啊，那这些问题啊，首先你要对孩子有信心啊，你也要对佛法有信心啊。但毕竟啊，他现在的行为不是一天两天了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还是要很有耐心啊。啊，我们昨天提到了万法因缘生，他现在会这样，就是有他的因跟缘，不好的因跟缘。现在这个不好的呢，我们慢慢把它去掉，把好的因跟缘要啊再种下去。啊，这个情况啊，啊慢慢就能改善了啊。虽然亡羊补牢啊，但是犹未晚矣啊。这个孩子也都有本善之心啊，而
这个孩子会沉迷啊，还是因为没有志向啊？诸位仁者，你们会不会沉迷电脑？会啊，那你还没有发愿求生极乐世界啊？不然你就不会把时间花在那里去了啊、哦。所以你有目标的时候，那是不一样的，整个身心的状况是不一样的。好，可能他还是有发愿哈，我不能误会他了哈、哦。可是我们有一种惯性比较强，什么惯性呢？我们其实在面对一个情境的时候，有时候会用我们以前的一种方式啊，比方说我们苦闷的时候啊，就去看电影啊，一片接着一片，麻痹自己啊，让痛苦暂时停止，是吧？哎，我见过不少人哦，他有压力了，不知道怎么排解，可是他以前的习惯就是刷韩剧，然后刷到一两点了，恶性循环，身体越来越差，都跳不出来。我讲这个重点在哪？先理解对方，是吧？哦，我们有时候在跟学生在也是在看这个，哎，这样很正常啊。哦，因为你苦闷嘛，哇，看学生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哦，他有被理解啊，被理解的感觉了，啊，进一步再跟他商量怎么跳出来，哦，好，哎，耐心陪伴他。啊，给他一些方法哦。好，那这个励志啊，我们也要有身教啊、哦。你一个当父母的人，哎，他人生很有方向目标，而且这个目标又很有意义啊。其实孩子不断也在潜移默化受父母的影响。好，那请问我们现在求生净土了哈，我们有没有勇猛精进在修行？这个就是给孩子一个示范的。我感觉我们修行的人呢、啊，有时候都是关注在谁谁谁还没吃素，谁谁谁还没每天读经，都是被别人的错给拉去关注这些事了，自己都没有表现出勇猛精进的样子给家里的人看。所以我们只要一劝了，人家心里也不是很服哦。所以你要带动你的孩子或者带动你的家人呢、啊，你那个不断地往自己的志向目标去迈进啊，这个要做好身教。好，好，那当然，当父母的也要知道行行出状元，孩子都带有他过去生的天分。好，我们有没有很好的去发掘孩子的特长？哎，这个都考验人不能产生执着啊。当父母的假如啊，我很希望他一定要这样，那你一有执着了，你就会忽略他有很多特长。我感觉这个产生执着啊是很容易的，又不容易察觉啊、哦。比方这个学佛的父母啊，就希望我的孩子走净空老和尚的路啊、哦。现在连我、啊、都扯进去了啊。
我就希望我的孩子像蔡老师这样啊，他一执着了，他就会拉。你看教育是什么？导而扶谦，这个《礼记学记》讲的。所以诸位同道们啊，我们当父母老师啊，都不能用硬拉的引导，不是用拉的，会他会反感的。所以我面对那些很认同传统文化的父母啊，我都跟他们说，请你们手下留情啊，你的孩子本来可以到我身边来了啊，不要被你们太强求姻缘了，最后他对传统文化反感了。说不定呢，他是绕一圈啊去工作了，之后再绕回来传统文化。只要他对传统文化是好感的，他有可能会绕回来了。可是你现在硬逼迫他了，把这个缘，你太强求了，把这个缘都给障碍住了。哦，而且他有可能是稻盛和夫啊，是吧？你干嘛一定要把他逼成蔡老师呢？对啊，佛菩萨在哪里？各行各业啊。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常常出现一个执着叫爱你没商量啊，为你好啊，就强迫中奖，哎，这个都会适得其反，好，好，哦，所以这个行行出状元啊，这个能发掘他的优点啊，还肯定他，支持他。培养他，哎，他越来越有兴趣啊，朝着那个目标去走。好，那当然哈，他现在沉溺在电脑里面呢，不知道这个孩子几岁哈？哦，可能填志愿也不小了。这个顺势而为了，啊，他有一些不对的啊，比方说躺在床上啊，哦，这些习惯的时候，就我们就顺势啊，啊，比方说刚好看到一些报道，啊，你看这样长期啊，脖子会出问题啊，现在颈椎病的人很多啦，或者脊椎侧弯了，啊，当然我们提醒的这个态度啊。哦，都不要带着情绪，啊，就还是要很有耐性，因为他这种年龄也自己会思考了，哦，有耐性的，去提醒他，哦，或者看看孩子，哎，其他的人，哪个长辈啊，人家都要照缘，啊，因为有时候啊，父母跟孩子太亲了。啊，你常常给他提啊，有时候他会烦。哦，哎，有没有他比较尊重的一些长辈啊、朋友啊，哈，这些人际圈，也可以借力使力啊，来提醒他。啊，承德自己的感觉就是，我们要去帮孩子、帮一个人，只要你的心没有变呢，啊。我个人感觉是会得到诸佛菩萨的加持，因为每一个人都是诸佛菩萨的心肝宝贝，我们有要利益他的心呢，诸佛菩萨就可以加持我们去帮助对方，就会有一些灵感出来。我自己的感觉是，目前我所护念的人，我没有说啊没灵感了，
往往都会突然就有一个灵感，哦，然后哎，给他留一句话，哎，都跟他有一些好的互动起来了，哦，所以古人留了一句话：事有百折不挠之真心，方有万变不穷之妙用。你都会有一些灵感出来，啊，假如你都没有灵感哦，那好好去念阿弥陀佛。哦，好好读经啊，你妄念越来越少的时候啊，跟佛菩萨的频率啊可以接通，他们就会加持，你就会有灵感出来了。好，哦，好，这个我们明天啊，哦，跟大家，因为我们刚刚说了啊，知止而后有定啊，哦，我们要定在西方极乐世界。好，那老和尚的修学心得是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啊。我们假如对这个世间都看不破，有很多放不下，你想要好好念佛啊，想要以极乐世界为目标不容易。好，那这个八大人觉经呢，确实是教我们看破。好，我们明天啊，跟随老和尚的法身般若啊，来学习啊。大家今天或者明天有一些时间了，也可以先预习一下啊。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全部都讲啊，但是会就一些重点啊，我跟大家来深入学习啊。这个应该我们看破世间呢，这些世间的东西就不会变成我们的累赘了。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